伊做水管，恁我就是怀念讲较早细汉代志吼，啊，我怀念到阮老爸老母一挂亲戚朋友啊，大家拢拉做伙。阮囡仔足侪佚佗，啊，食饭足侪人去食饭，哇，足新鲜个。退休了后无做工课，啊，咱无做工课，就会想看有做看有一个啥物迄休闲个活动啊。这个串青叶，这个只，这只十四号，这个就是四川的祖厝。啊，开始我就想讲，啊，就用用就会做种古早厝袂歹啊，啊，做足有兴趣啊，足新奇个，啊，然后做做讲，啊，这厝是啥物用？较早细汉时间是有对搭佚佗，安尼。不然一修起来，一做起来呢。再来我拢会捡，叫做无一个家具哦，啊废弃物啊，我捡上来呢。啊，旧的差是讲啊，啊都像较早旧厝安尼，靠着古迹来行嘛，我也是想安尼啦。有一款哦，较特殊的厝哦。我做做啊，就爱搁走去看嘞，因此我拄的嘛吼，拄的我就搁走去看，看啥物型。不过做一面拢做，做完全拢是晒掉了，足好的是无多啦。安尼有一个形状可以，安尼就是未歹安尼就。做讲哎，好势好势也袂歹啊！啊，着去做第二间啊！按隔壁阮职工，阮阿伯伊嘛有厝啊！啊，着去做啊，着去做起来啊！你做了吼，爱有耐心啦。按阮算实际，实际当然嘛着去做。啊，做了就袂爱困啊，啊，一直做一直好。啊，若无吼，也无痛苦啦。啊，点啊坐啊，也无创啥，安计做哦，哇，望你骨时间就到啊，足紧的。啊，个米市人要滚过拢会去算啊，算到啥物人已经过往去啊吼，安个算，我拢会算会出来呢。是毋是我较会思念较早的人就对了？我想啊，最近厝是阿伯，最近厝阿公，伯公是怎？啊，这吼实在是需要人做对啦，啊，就我教伊，我来做尔。啊，你讲了后，这物件是我好笑，我从我唔知影。大部分做因厝拢已经拆掉啊啦，啊，那因阿孙啦、遐囡仔厝啊，转来啊，找无因厝啊，啊，就伫遐看看啊啊啊！我那讲因厝就是生转型的，就是爱看看转型，安尼啊，会当互人回想就对了。